来了，来了，弄啥？这虫子我不会做。赖子说：“兴许你知道咋整成吃吃。”进来吧。那啥，要是你这会儿不得空啊，你告诉我咋整去中，我自个儿回家试试呗。得了吧你，总共就那半帽兜的荤心，你还想咋整啊？ 等你试顺手了，就没几只能够下肚子了。我咋整你就咋整吧。对，先倒这箩里。这蝗虫啊，得陪着吃才香。咱先把那些虫翅、虫爪给罗出去，不然一见火，它们先焦，吃起来有胡椒味儿啊。好，嗯，对了，罗了。嗯，行了行了。 都到我铁锅里。 那就更不成了，这是你爹留给你唯一的念想，咋能随便当了呢？哪是随便当的呀？前线药品吃紧，我们得尽快完成任务，把药带回去。短缺的钱还得尽快凑齐了。可他对你意义不同啊！要是真当了，你爹在你那儿，可就啥都没剩下了。爹当时给我这支钢笔的意义，我直到今时今日，才慢慢的讲出来。 念想可以放在心里，钢笔让它去更有意义的地方吧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国民党政府的错，得搞得忒民不聊生了。我听联络委员说，上海那边现在流通纸币，叫什么金圆券，一麻袋金圆券啊，连俩煤球都换不到。以后老百姓过日子，干脆拿纸币当柴火烧算了。 谁在外面？弄啥？赶紧把东西收起来，就不怕人上街给你敲锣去？葡萄来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嗯。 嗯，那是香。葡萄，你也忒能了，老恶心的东西到你手里，都能给搞那么好吃，真香。那你紧着吃呗。哎，瞧你们，好东西搁这儿啊，都白浪费了，简直是聋子听金文。来，灶上有辣子和盐光。有，我领你去啊。嗯、你赶紧吃你的，吃完好好准备准备，过2天就动身把那钱还有药品给联络员送去啊。哎，葡萄，这全太平镇上的人加一块儿都不如你一个人会养猪哎！你看，瞧这猪丸给撞的，这都没粮食了，你拿啥喂的猪丸啊？叔叔姜、麦麸皮，啥都整完。怨不得先前挨家挨户卖猪娃子，都说怕太瘦了砸手里边，你不吱声呢啊！哎呀，这咋养的这么好呢？哎，赶紧卖了，包点贬值。 我这腔子里边老久没吃着肉腥了。你不是刚吃了天上飞的虫子进肚里吗？哎呀，那肉细的，塞牙缝都能掉出来，还没嚼着啥滋味，滑腔子里去了。啥肉？我就吃一嘴糊糊，又嚼又腥气的。这回啊，可真请不成你们吃扁食了。卖猪得的钱我有用。干啥？干啥？还能干啥？养男人呗。啊上！哎呀，这猪养的啊！哎，葡萄，怎么卖呀？20块钱一头，不就二十块吗？我买一头，不成？我这猪要么不卖，要卖得3头一起。为啥呀？不为啥，我乐意，你爱买不买？要不买啊，赶紧走，别瞎耽误我做生意。老爷，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那街上啊有养的非常好的那猪，那就买上一头。 给它炖成汤，那猪啊是王葡萄养的，他非得3头猪一块卖，那是60块大洋啊！啥？他属疯狗的，逮谁咬谁，不如让他到外边抢去。没错。他要那么多钱干啥？是不是跟宋二大有关系呀？好，那就把他给买了，把钱给他。咱们找一个机灵的人，暗地里盯着。 明白了，老爷，你等我信啊！秀梅啊。